ZZX， 对啊，简称朱志新。小朱13，今年快14了。14岁？没有啊，快15了。哦，14，不好意思。我忘了。天蝎。哦。你特长是？哦啊。特长啊，跳舞、表演、打篮球。很多菜。水煮肉片、奶茶、辣。没有，不喜欢宠物。啊？我为什么要送人呢？必须送吗？必须送。送一个向日葵吧。送给谁向日葵？送给我呀。送给你向日葵。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他花不怎么好看。为什么向日葵不好看？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好看。短袖、长袖，书吗？语文书。电影，那个好看的电影啊。好看的电影啊，我最喜欢的电影就叫好看的电影啊。有这部电影吗？啊？有这部电影？有啊。就叫这个名字？不啊。好看的电影我都喜欢。偶像啊，师兄吧，那个王俊凯师兄。运动方式，打篮球。会。蛋炒饭。还好。我会啊。睡觉吧。我觉得张俊豪吧。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他长得就很可爱。我对可爱的定义是？可爱啊。可爱的定义是？可爱啊。最高的人，同学，差不多有多高？1.8米。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很自恋，就天天照镜子，看自己好不好看呢。你平均多长时间照一次？有镜子就照，没镜子就不照。那你会自己买一个镜子吗？不会。苹果。鸡翅、沙拉酱、百事吧、跳楼机、秀鸡蛋、鬼屋啊、7+7、13+83-1、95、9+9+13。乘以有括号吗？啊？没有。13×6。87。川普。看你杀手机噻。我要耍那个手机。火锅，火锅，火锅。川普怎么说的呀？哦，吃火锅。我去遨游天空。哦，我去，我去啊、怎么说川普？抑郁腔。玩游戏，火锅。北漂。
来，你哥炫酷一点儿，炫酷一点的啊！给我的家人们说加油！啊不，我还会回来的。睡觉，我对时间收复不感兴趣。长得高，长得又高又帅，腿又长，头发数量又很多。我觉得我找个最早的事情，那就是要的事情，就是没有暴打张机。暴打他还是暴打他？暴打打会。一般会唱哪些曲目呢？样样精通。手表。为什么？因为我没手表。我看他们都有块手表，其实我以前有一块，然后那块就哎不见了。衣服呀，手机。除了手机。脑子。善良。那个印度歌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报出印度？因为觉得这个场景很适合。会。蜡笔小新，觉得成熟了一些吧。是外表成熟了还是心理成熟了？两个方面都成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觉得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幼稚了。以前什么样的行为比较幼稚？就比如一直傻笑啊。优点啊，长得帅。缺点，帅得不明显。哦，弼马温，我开个玩笑，我不做那个，我做玉皇大帝。为什么？因为就是权力最高的一个。是个非常渴望权力的人。还好吧。妈妈的。为什么？跟她说我到公司了呀。体育课吧，可以玩的。上一个多月吧，因为当时。自己脑子有问题，哎，我也忘了是野狗，没有，我是一只非常高哮天犬，因为它是神仙。过去吧，哦不，未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还有很多也不知道事情，就是想要知道。第一个喜欢你。这个本来就像这个爱心的，然后可能就简单抽象差不多是个爱心，是个杯吧，差不多呀，你这样看呢。好，下一个是想你。想你就这个，就其实我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剪这个想你，然后就随便剪了一下。但是你的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你看，这个有点深奥，你们不懂。你要解释啊。我解释了你们也不懂。你解释太深奥了。你解释一下，我们尝试着去理解。什么的看不见嘛，看不见干嘛，思密达咱们讲不思密达看不见，懂了吗？我不开心，我是这个。哦不，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叉就代表不开心的，然后不要生气，就是这个吧。这是个笑脸，你们看得出来吗？没事，我看得出来就行。为什么不理解我？就是这个，这是个感叹号，看得出来吗？抽象。对，感叹号就是表示就为什么不理解我的意思。然后对不起，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哎呦，我本来当时就想剪一个非常长久撒娇的表情嘛，然后剪成这样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起去玩，就是类似于那种蝴蝶，看得出来吗？抽象派。为什么会想到是蝴
因为我觉得蝴蝶就是就能就我能想象到就是那种就去那种大草原玩的时候就有许多蝴蝶在飞嘛。苏心浩，小苏，十三，摩羯，我妈是天蝎，那就天蝎吧。哎，不知道。唱歌跳舞弹钢琴变魔术，现在还会变吗？会啊，现在不行。我喜欢吃的菜是。是什么荤菜还是素菜？最喜欢吃的吧。哦，最喜欢吃的就是啊，我以前好像喜欢吃糖醋排骨，现在改了，喜欢吃那个白煮虾啊 ，milk， 咸。我养过一条狗，阿拉斯加。然后呢？送人了。为什么要送人？因为没时间溜他，还有反正没时间嘛，没时间照顾到他。送给我的妈妈一朵康乃馨棉袄。夏天，夏天喜欢穿短袖。冬天喜欢穿，不是太厚的棉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穿起像太厚了，像个粽子。最喜欢看的书是，我佟一坤肯定是修仙小说。我最喜欢看的书是那种就是有些恐怖那种。但是你说我又怕，但是我也想看。我这样吧，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摸金天师和阴间神探，复仇者联盟。我最喜欢的偶像是权志龙，最喜欢的歌手是林俊杰。运动方式是打篮球。会牛排。会啊。睡觉。我弟。为什么？因为他可爱。他怎么可爱？因为他是我弟。我就是教我，就是我在那里学数学的那个机构里面的一个老师，然后是两米多，朱鑫。为什么？哎，我就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上表演课，老师要求就是一个场景嘛，就拆纱布。老师说就是可以那种受伤了的，也可以是那种整容的，但是我当时一想完，朱鑫肯定要选那个整容的，当时不出我意料，他刚接那个纱布就这样。就是很自恋的那种摸自己。我不开心的话呀。不是苹果还是梨？苹果。鸡腿。沙拉酱。没喝过，天赋可乐。跳楼机，真的吗？大腿出这么恐怖？现有的 Earth， 啊？鬼屋还是鬼屋？鬼屋啊！16减9等于7，13+8，13减1，一个是等于21，一个是等于12。13+8，13减1。哦，13+8，13等于96，96减195，9+13等于乘以6，87。那他问枪吧。此刻其实我想把这个想你啊，我不开心，还有这个不要生气啊，还有为什么不理我，对不起，我们一起走下去吧，这几个一起写完。但是我现在。还没想好，只剪出来一个。我喜欢你，黑凤梨。其实我今天最想吃的就是土豆丝啊。给我家私人飞机，其实我想去巴黎耶。哎呀，我想写情歌。对啊，我想写那种不是
很长的一首歌，专门给学习舞蹈的朋友们做平板支撑啊，或者是俯卧撑啊、仰卧起坐那些。对，嗯，尤其是我觉得可以写二十几分钟的也可以，对我的弟弟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最想找他要他的银行卡，羊腰子，因为我想让他们尝尝我们中国的是一些好吃的东西啊。 So delicious。 我得欣赏我的性格，因为我的性格可以给我带来安全感，其他那些不会来轻易的欺负我。小学五年级上册数学考了190，语文考了97.5，是我有史以来考的最好的一次。因为我弟嘛，性格肯定也有给我挺像的，所以我惹他，他也来报复我。就是当时我觉得他还小嘛，肯定就是不会是太怎么我，但是其实我低估了他。会啊，因为浴室嘛，它是四边封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你唱它有混响感觉，所以我就特别好听，所以我就会唱情歌，林俊杰的歌。嗯，最想买的东西就是衣服，我智慧的大脑。只要不是我这种性格的人，不敢往后看。烟火里的尘埃，熊出没，长高了，长帅了，还有唱歌唱好了。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跳舞跳得好吧，缺点就是性格有点有时候有点太过于暴躁。哎呀，我想做个弼马温，因为我觉得多悠闲的生活呀，无忧无虑的，也不需要什么什么天庭的什么什么，又是这事又是那事，只用管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太累了。你的朋友们想做玉皇大帝，打给我妈让她给我约车。英语课，因为我英语好。上一次哭是，哎呀，上一次哭是多久？上一次哭。我记得我上一次哭就是我们有次排练，就是晚上很晚就回家，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累了，然后就回家有一点磨叽，然后就给我妈就是逼逼了一顿。然后我当时也很委屈，我说我好累啊，他说我们都累，他说你还长个儿，你在这磨叽啊，你说是一天就磨叽一天，你以后还会长这样的逼哦。因为那是我妈妈，她说一句话我感觉就很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就表示就是很脆弱感觉。他说他们其他小朋友有没有，其他的人有没有说是二哈？哦，那我选阿拉斯加吧，因为我只知道这个品种的狗，还有金毛，那其他我都不是太熟悉性格，主要是，因为我觉得阿拉斯加吧，就是感觉我希望做，因为我希望弥补一下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就是性格。因为他阿拉斯加是外表看起来很凶，但是其实他内心其实还是挺善良的感觉。你外表看起来也不凶啊，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主要是。我觉得我想回到未来，回到未来啊，我去到未来，算了，我回到过去吧。还是啊，我因为我觉得回到过去的话还可以再享受一会儿小学时光，然后还能就是弥补一些遗憾吧。有什么样的遗憾？就是比如说，因为以前经常参加一些比赛嘛，然后以前皮不好好上课，然后给我的某某老师留下不好印象，导致我现在看到那某科老师我就打颤。好了，我写第一个就是这个我想你，然后我就画了一个爱心，我喜欢你，然后画了一个爱心，然后画了一个翅膀，然后这个想你就是我画了一个人头。然后把脑子割开了之后呢，里面就是一个人。下一个我不开心就是那个什么，是这我画了个拳头。不要生气了，我画的是一个心，然后再着火，然后呢，然后一个水壶去浇灭它。
然后这个为什么不理我？在哪儿啊？然后我就画了一个心碎，然后这个对不起，我画的是两个手这样的。然后我们一起去玩吧，就是这个。我写了一个 Let's go， 然后这里画了一个几张 Morning， 因为我觉得有钱才玩的开心。邓嘉欣，小邓，十四，狮子，什么东西？我都不关注星座，你问我喜欢什么样的星座？不知道。特长，体育，还有声乐。我不挑食。哎，那个叫什么？核桃牛肉奶。啊，核桃牛奶。口味吗？哦。比如？甜口、咸口、酸辣口。淡口。是很淡。猫和狗。送给我妈，然后什么520万1314只康乃馨。在我的季节里没有温度。科幻小说。想你怎么画呀、啊、什么题目来着？然后我不看电影。哦，我喜欢的电影是《我不是药神》。艺兴，张艺兴，户外运动，我会做作业，会，一点一点，面，不会，不，我会间接，有时候也会直接。我会间接性洁癖，就是受家。谁？吴木成，因为不能让外人占了便宜，就是金要往自己人身上贴。朱清颖。啊，不，好，我初中同学，啊，这小刘，他大概有多高？不知道。那你怎么觉得他就是最高的？反正他比朱志鑫高。某猪上课的时候又装乖又说：“哎，我真帅。”都不吃。要长胖，番茄酱和沙拉酱，不喝可乐，蹦极行吗？先有鸡，什么？鬼屋 or 鬼屋？什么意思啊？你选一个。鬼屋。这两道题吗？18+8和13-1中间的符号是啥？13+8=83呢？13+83=3。减一。哦，13，95。9+13乘以6。八十七。
好了，接下来你要在这四种当中选一种语言来回答，下面是题。啊，抑郁腔。抑郁腔，好，第一个问题。我想吃辣条。辣条。我想去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儿子，儿子，没事，开个玩笑。小袁世广。我对天说：“哎呦，我勒个妈呀！”Please give me money. 窝窝头一块钱四个。啥特点儿啊？特点儿搞笑算不算呀？就初一的时候，数学考了130，得了第一名。一等奖，对，一等奖。英语没好好学，偶尔。唱什么歌呢？最近学的我的歌，或者学的歌的歌。我好像风一样自由。就某客那个某客的马卡龙。我手机不是随便随身必带的。那你会随身必带什么？猫铃。学习好的。不会，因为我会害怕的闭着眼睛。熊大熊二。按高了。优点是我丑，缺点是我帅。逍遥似神仙，逍遥子。My father， 因为他来接我。信息课，因为 play games。菜园的时候，因为舍不得。哈，因为我拆家。未来，因为我想去捡一捡哆啦 A 梦。啊，行，就从这个顺序来吧，就喜欢你啊，就是一颗心嘛，就简单的一颗心，然后加了两对翅膀，然后想你想你，就是一颗糖，就想你很甜嘛。然后就是我不开心，就是碎掉的心加了两个魔鬼的脚，还有对吧？不要生气了，是你把一架飞机扔出窗外，把所有的烦恼都扔出去，然后为什么不理我就？就哭了，是不是很小？对不起，看得清楚吗？就是。Sorry，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就是我上体育课，标准的运动，打羽毛球。嘿，拜拜。左航，航哥，快十四，双子，我对星座不是很了解。不知道。rap 吧。番茄炒蛋。宣城多。甜辣。我养过荷兰鼠，养过猫，养过狗。最想养的呢，
也是想养条狗。加一个小问题，你之前养的这些宠物，它的下场是？不是送回老家呢，就是天灾人祸，天灾狗祸猫祸。送康乃馨吧，送给我妈吧。短袖背心，在冬天的时候呢，羽绒服，比较幽默一点的书，怎么说呢，就比较好看一点的吧，类似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泰坦尼克号，因为经典。打乒乓球会啊，样样精通。哎，那必须的，不然饿死自己怎么办？拿手菜是？还是番茄炒蛋。不会，有点扭捏，有点肉吧。通过行动吧。我会选择放松自己，比如去游乐场玩一天啊，或者回老家去欣赏一下山水风光啊。谁是最可爱的？那啥，我觉得我堂弟是，我表弟是最可爱的，因为他看起来肉嘟嘟的，吃饭又吃的很多，整个人呢又给人一种喜感。在人生中，谁最高？姚明。遇见过他？没有。遇到过人？我遇到过人，我爸。他有多高？我爸将近一米八。朱志鑫，绝对是朱志鑫，他能把镜子照破。苹果吧，鸡翅，番茄沙拉酱，可口，过山车，先有人。鬼屋。16减9等于7，13+8=21，13减1=12，13+8=13。13+8=13，21+8=13，104，103，等于103。13直接加83，18+8=90，96，95。好，给我绕懵了，我注意力集中不了。22×6，100。等等，你把题再说一次。9+13=6，78+9。87。我的注意力，我的注意力。好，接下来这一趴，请小左选择以下四种。韩语腔怎么样？好，那韩语腔的话，就是请你用你选择的这个腔调来进行以下题目的所有回答。I think it's okay, 思密达。现在我想停止这个问答，思密达。现在我想吃烤肉，思密达。最想去夏威夷度假，思密达，因为天很热的呀。我想写一个齐江话的歌呀。你要不就是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一下标准齐江话是怎么说？齐江走不走？齐江。最后一句话是想给老天说的，养够了没有？养条狗，思密达。我直接让他给我10亿，我直接请他吃顿面包油条，因为我的钱很少。最喜欢自己比较幽默，思密达。
我拿出这些五十年说明抽了个毁愿思密达。请问朱日新至今没有向你认罪吗？嘘，他可能忘了。我觉得应该会吧。一般会唱什么歌？是谁在唱歌，温暖了寂寞？那有人会回你吗？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小哪吒。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最近想买双鞋，买鞋它不香吗？还有人，还有随身必带回家的钥匙。喜欢和比较沉稳一点，但又不是那种收敛的那种人，比较沉稳，和我的幽默可以相匹配的人。请问你找到了吗？我算是找到了。谁呀？朱志新。他很幽默吗？不，就不知道为什么配在一起会是冷幽默。我闭着眼睛走。我们一起去玩吧。是这七个字啊。动画片。啊，最深的海绵宝宝吧。我有了锅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我觉得是比较自律吧。然后最大的缺点呢，就是自律过了呢，就开始贪玩了，放松就太把自己放空了。玉皇大帝，想让谁干啥就让谁干啥。去打给张吉，让他给我拿点纸来，我在上厕所。英语课，因为英语老师嘛，他也非常的幽默，讲的呢也是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好，就是讲了过后可以让我们记住，同时上课也是保持开心的状态上完的。额外加题，就是让你非常不开心状态的课是？是体育课。好的，我一定不会让你体育老师看见。这个得让我仔细想想。上一次，好像那是几月份来着？啊，是上网课期间有一天。具体为什么哭呢？是因为耶，不对，那是前好几次。好吧，我想不起来了。我觉得我是条二哈吧，干啥不行，拆家第一名。我想回到过去，我想把没有考满分的事情全部考成满分。好的，那我们快来结束。那小伙这边有完成你的？差一个对不起。哪怕一般你跟对不起是对谁说？我一般不会说对不起。真的吗？对啊，我一般又不惹别人。哦，你知道一个简单的，这样呢我就觉得好像结束了。好，第一道题呢是喜欢你，爱心嘛，表达一切的东西，喜欢你。然后我想的想你呢，就是时间嘛，就时间隔得越久就会越想一个人，所以我选择用时间来代表。我不开心呢，就一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成了一块石头。然后求别人不想生气吧，一个碗盛了很多米，求求你多吃点，别生气了。然后为什么不理我，就是一个
大大的问号，为什么不理我？对不起呢，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对话框，讲解一下，这里是国民大赛，然后我们一起去玩吧，肯定要用手机来联系别人，所以说我决定用手机发消息。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张吉，豆吉，鸡哥也可以。年龄13，水瓶，我喜欢同样的星座。这个问题，处女。我不知道。特长，唱歌。我想一下啊，我觉得每一道菜都可以，只要是不辣的，只要有肉就行。饮料，可乐。江南地区那种，就是偏甜一点，就是糖醋那种。我养过，正在养。狗。柯基，送人，送给我吗？玫瑰，短袖，冬天呢？冲锋衣，科幻书，科幻电影，比如说有具体的吗？比如《星际穿越》，张杰。哼，跑步，会，会。那你的拿手菜是？西红柿炒鸡蛋。不会。为什么？没有。我干嘛？闯荡江湖。最可爱遇到的。我家狗啊，人啊 ，people， 嗯，最可爱。我也没遇见过可爱的人啊。我们班同学，他大概有多高？姓花，不是姓。为什么呢？天天照镜子，然后镜子说。我可真帅，香蕉，鸡腿，番茄酱，百事，情侣飞车，先有地球，鬼屋，16.9，七。13+83，嗯，我94，13+83，我说错了哈，95，13+83，哎，小心一些好吧，再说一遍。9+13=6。啥？13=6？哎，不配当中学生。为什么没有江苏腔呢？方言腔。那就方言腔啦。说来着，我想干啥？好难呐。你踩完枪了啦？你干什么啦？我想干什么啦？我什么都不想干了啦！吃饭啦！我去的太坑了啦！那肯定是爱情了啦！
对我的家人说了啦，下次再见了啦。你干什么？把整个中国都买下来啦？那买个地方了啦。地方是？地方啊，地方。江苏了啦。江苏买下来。不然了啦。下来干嘛？你说买下来干嘛？不知道啊，随便问你一下。哦，我的手好抖哦，你看我的手在抽搐。我现在才捡了一个，才捡了一个。请他去蜜蜂啦。为什么？很香啊。蜜蜂很香。你没吃过吗？我吃过蜂蜜，我没有吃过。蜜蜂很好吃的啦。真的吗？真的呀。怎么吃的？就都要去烤啊。帅气了啦！是啥？帅气了啦！帅气了啦！哦，行不行？手机。最骄傲的事情，就是自己差点把自己的手臂摔骨折了。我滑滑板的时候，哐当一下摔下去了啦，那手臂差点骨折。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骄傲？因为我觉得很舒服。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来当一个人。你本来想当那不能想，我想当一只狗。一只宠物狗，像我们家狗一样，天天很早就睡，很晚才起来，天天给它弄吃的，给它弄尿布。我呀，你们这什么样的家？没为你做船头，哥哥你岸上走，嗯啊，天上荡悠悠。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留下那文字天空一片开，哗啦啦的天空是最佳的摇摆，最开怀。买东西，想买啥？这道题很难吗？拜托哎，当然就很难啊，这么难的事情。你考虑一下，我是个水瓶座呢，真的是，我真的是了啦。我也想买一栋楼。这手机带钱了啦？你手机里面不是还有钱吗？手机里跟手机是手机里的钱，现金是现金啦，意义不同啦。这么多钱哦！我很穷的啦。那你要买？买了就买了，买了又不关我的事，我穷。性格比较憨的，谁比较憨？张宇，你不会前后看吗？肯定会了啦。对，画皮，喜羊羊，喜羊羊，喜羊羊。喵喵，嗯，帅气了啦，优点帅气了，缺点太帅气了啦，呈现的那么锋利吗？做七仙女了呀，
7个星座。不然啦，我多重性格啦，比如说现在，我现在。对吧？还有我来公司啦。都不喜欢，我有心理阴影。上一次哭就是上一次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所以科学道理。科技了啦，因为我家科技很憨呢。肯定是回到过去了啦 ，because， 妈妈喜欢你，这个爱心的，这个项链，脑子。这个是我们一起去玩吧，这个键盘，嘚儿，这个是为什么不理我？一个石头，拿在手上，哎，好像错了，那不是吗？这个才是为什么不理我，是个扇子，上面写了个 why， 不要生气了。你再生气，我就一。这个是对不起，上面写的字，给它飞过去，上面写的对不起。